中国体育独家，李秋婷已正式与上海男篮完成签约。李秋婷在上海男篮梅陇基地完成签约，回归后的李秋婷与管理层及球员的第一次会议，全队参加会议。上海男篮球员参加会议，张兆旭、李秋婷表示，大家心要在一起，我们要开始干活了，下午3点半球场见。运营人员黄醒梦 MZ016。